谁呀？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，都是，这是管理学院的领导，这是管理学院领导，后边是公安，是吧？后边是公安，进去啊！他们不要进来，公安都不要进来，好不好？公安不要进，你在外边行吗？行吗？你不要进我的窝，听着吗？听着没有？公安不要进我的窝。这说说也行哈，现在是这样，就是公安管理学院的领导是吧？不，管理学院管理，我们就是管理学院。管理学院管理学院领导。这个天也不好，年龄大了，院里这不是让先汇报先结了，我们到家来。啊，到家来啊。这个我先表示个意见行吧？我呢，年纪大一点，但是能走路能开车。不让我到现场去投票啊，这是不合适的，是吧？所以我要求呢，这个去那儿投票。同志，这个年龄大的80岁以上的啊，这个都到家里来。都到家里啊，那么这是一个事儿哈，还有一个事儿，这些公安呢，把我关在家里关了。将近20天，是吧？那长条椅是吧？这个是违法的，是吧？这是违法的，可以，我可以进去写，可以吧？还在你这个，在你这写。在这，你再投一下钱，再装上吧。啊，坐一坐，好的。